是流传在鲁西、菏泽等地的一种地方拳术。它的动作有扭、拧、跨、打、蹬、劈等方法。腿法主要有挂腿、踹腿、连环腿、抱头腿等腿法。是梁山英雄浪子燕青在多年习武的基础上吸取其他拳派的技术形成的一种拳术练习。燕青拳灵活多变，进退敏捷，手肘腿并用，技击性很强。主要腿法有连环腿、豁裆脚、后裆脚、福音脚等，以踢、弹、缠、挂、踹为主，还有格、顿、压、偏、拐、顶、叠等肘法。燕青拳既可单练，也可对练。是螳螂拳中的一种套路练习，主要有八种肘法组成的套路。练习要求刚劲有力，属于人们所说的硬螳螂中的一种。是流传青岛、烟台等地的一种地方拳术，相传创于唐朝末年，山东人崔通得此拳后，
隐居沧州一带焦土，后传至静海等地。练拳要求头上顶，颈要挺，沉肩坠肘，含胸拔背，步履稳健轻灵。招式讲究连贯、圆活、自然，随不用力而处处有力，随不蓄气而周身气行。